疫情继续拖，新冠疫情嘛欠费，市面上嘛出现类新冠疫情的配方。台北市中医工会就呼吁，卖手买买新冠疫情，嘛卖乌白买类新冠疫情，较真正爱予医生看过，照个人的体质来开药啊，会较安全。确诊看中医，健康又有效。第一，欢迎二张前放过了十贴中药罐啊，强调除了清冠一号以外，除了新冠肺炎，还佮有其他中药。台北市中医师工会呼吁民众，清冠一号唔是健康食品，唔当抢买。清冠是属于医师处方用药，一般民间的药房是不可以私自贩售的，这个不是健康食品。那清冠药在外面的市场市价很乱，一盒啊，叫价到5000，其实这都是哄抬的。台北市中医师工会表示，除了清冠一号以外，中药一定有够。虽然治疗新冠肺炎，清冠一号是上有效药方，但阁唔是所有确诊者拢需要吃清冠一号。确诊患者也当根据无同症头，依照中医师的建议，使用无同药材，也当利用手机啊视讯进行线上看诊。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适合使用这个清冠一号，最重要的是要由中医师来帮你诊断处方。最近本土确诊人数增加，清冠一号供不应求，市面上出现不少类清冠一号，呼吁民众唔通乱买。希望各位民众不要去追清冠一号，因为这样子的价格一直被哄抬，是我们不乐见的。这样子一盒一盒，清冠有8家药厂 EUA 的药厂，它那个价格大概在1500到2000左右一盒，以这个公费来说，你只需要负担一个挂号费而已。中医药师工会表示，目前清冠一号剂量以确诊数3%来准备，一人分是10天用量，由北京药厂生产，每个月产量是37000份，一定6月会阁增加4间药厂加入生产行列，提高药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